我们刚刚在这餐厅里看见巨多只老鼠，不是老虎，是耗子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去东京的路上。这一次我们去的话也是两个人，没有小娃娃，所以是真正的度假。No。好漂亮啊，大兴机场，耶！大兴机场的好多这个商店都开了，人不多，这儿的美食店开了。哇，这个浪场 nice 啊 ，This is a beautiful lounge。这儿没人，真好。这个镜子看着挺漂亮，吃的东西比较一般，钓了点鱼和鸡。你吃的什么？鱼，这个鱼还不错。是吗？飞行中，我们东京建楼。Let's go。我们到了这次在东京住的这个宾馆，价格还挺便宜的，这个叫 Millennium Mitsu。Tokyo 的天气还挺好，没有像北京那么热，还是挺累的，不废话。这个是我们宾馆房间，很小很小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然后看这边洗手间超小的这个 bathtub， 这翠哥躺进去估计一半。这儿的 shampoo 是 Mikimoto， nice。现在已经晚上快11点了，10点多了，我们出去吃夜宵。我们住在银座这一块，现在晚上10点，好像好多地方开始关了，这也太不符合东京的这不夜城了。真的吗？不应该吧，今天是周六晚上，不会找不到地方吃饭吧？这儿关了，这儿刚才这 Gyoza 这儿已经关，刚才那招架都已经关了。拉缩的时间。现在发现东京大多数的地儿都关门了。咋办呢？就像北京，你晚上吃饭你得去三里屯儿，对，肯定是有地儿吃，但是现在找不着。你不能说在金融区办事。金融街肯定是没饭的。哇，我们在这 Tokyo Plaza 这儿找到了一片吃夜宵的地方。找到这地儿太不容易了，不知道还是不是开着的。东京晚上的这儿的天气还是非常好。这是鸟烧，鸟 mean chicken， right？ 这是鸭腿。Yeah。Chicken。Yeah yeah， 是猪的，豚肉就是猪，我知道这个。精肉，咱要吃什么肉呢？牛牛，这是日语牛肉的意思。这是吃海鲜的，看什么贝、牡蛎。Okay, thank you. Tell you got your wish. I know you've been dreaming about a place like this, right? 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很东京小吃店的感觉。Ice cream tea 和它的 ice cream 还是很热闹的。完全不知道这个。不难吃，但是有点像兔们里面的海带，兔们里面的海带，海带兔。我知道这个什么，这里面是发菜，发就是小细丝那个发菜，这个好吃，是吧？哇，好咸啊！You want one more? 再要一个。Vacation。哇，这个串好好吃，就是小鱼儿是吧？新西兰的小鱼儿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们夹不起来，我问小黄吧。你的筷子功没有我好。很好吃，有点咸，但是很香。这给你大脸猫，这给你好，你吃吗？啊？这都是什么呀？这看着都不好吃。对，看着都不好吃。这个烤鱼太难嗑了。哎，你不是要录视频吗？你不是太逗了。
熟熟的，这个还看，这个看着比较新鲜。你尝尝，和牛和海胆，好吃吗？有咸蛋味吗？需要蘸酱油吗？Thank you. Wassey. Okay. Try it. 这个我比想象大。大多了，我以为是一小碗呢。当然比不上我们岐山烧的。还是很好。你无聊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们刚刚在这餐厅里看见巨多只老鼠，不是老鼠，是耗子。耗子，老鼠和耗子有什么区别呢？耗子大。哦，是吗？还走了那个耗子。啊、哦，现在快12点了，我吃的好撑啊！现在回家吗？已经过12点了。已经过12点了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11点，因为这儿过一个小时。然后看见了这一个餐厅里面3只耗子 ，right？Yeah 。吃饱喝足回酒店啦。啊、哦，好累啊！已经12点多了，吃的巨饱，我要睡觉了，明天见。我想吃陕西锅碗汤，我请你吃拉面吧，随便吃。一生悬命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是吃了可能没命。这是我那个吧 ，spicy。It's spicy, right? It's very spicy. That's very good. 你相信吗？